我是谁？你是赵经理。错，我是小印子。你是小印子。对，对，就这么记。就这么记。让你凶，让你把我泡在水里。再找找看。难道是因为这把剑，血玉才有反应？还是没有反应。出来看看，奇怪，怎么拔不出来了？劲儿还这么大。